行政院长苏贞昌昨天在立法院回应进口莱猪相关议题，不仅是搬出了猪农背书，还点名了屏东信公肉品也很支持政府的政策，但是信公肉品呢就立刻澄清了，坚决不使用进口美国莱猪作为公司内外销的产品，也没有跟苏贞昌谈到莱猪的立场。而信公董事长杨伯仁呢也透过视讯表态反对莱猪进口，对于是否害怕被查水表呢，他回应希望政府不要有这些小动作，但是他也相信应该是不会有的。而苏贞昌在今天则是解释，他在立法院说的意思是业者肯定政府守住非洲猪瘟口蹄疫拔针成功，并不是哪家公司支持含莱剂的肉品进口，要大家不要误会。那个信公出口猪肉到日本，他还是国民党中常委呢，他很支持。国民党立委蒋万安紧咬莱猪议题，苏贞昌拉肉品公司背书，说很支持政府政策，被点名的屏东信公公司难道力挺莱猪进口吗？院长是来参加我们的外销峰会仪式，并没有去谈论到或提及到任何莱猪的事情。信公公司急忙澄清，就怕消费者还有合作厂商误会，也说当天苏贞昌参加台湾猪肉加工品外销封柜仪式，全程并没有讨论或者提到莱猪议题，所以没有支持莱猪仪式。那他们都非常肯定政府守住非洲猪瘟，政府口蹄疫拔针成功，我讲的是这一段，他们支持政府这样子做，并不是指哪一家公司支持啊含莱克多巴胺的肉品进口，不要误会。而苏贞昌口中提到的国民党中常委，也就是信公公司董事长杨伯仁，因为刚返台，目前隔离中，但透过视讯表态，坚决反对莱猪进口，当场打脸苏贞昌，难道不怕遭查水表吗？我希望他们不要有这些小动作了啊，但日后才会知道，希望不会了。我们作为一个国民党的党员，本来就有维护啊党的这个责任跟义务。更何况我本人也是非常坚决反对这个莱猪的这个进口。因为莱猪议题惹民怨，苏奎想拉肉品业者站在同一阵线，却适得其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